Shadow 1-8. I've got eyes on the ship. Defensive systems look to be down. Roger. Reach the hull and advise what's inside. Z-12 approaching ISC Cassandra. 50 meters and closing. Shadow Marshal, begin prepping for spacewalk. You are clear on my mark. Reach device in place. Z-12 clear for departure. Good luck, Marshal.好，我们进来到这个内部了。这个卡山卓号是在搞什么生化武器的研究，就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可能是病毒外泄之类的，导致这个船上的人都死光光了。现在的卡山卓号就像个幽灵船。然后我们现在进来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这个卡山卓号的引擎动力，然后再自动导航到那个太阳。要让这个卡山卓号的存在消失就对了。哦呦，里面好黑哦！这个我们的无人机还可以充当一下这个手电筒的功能。哎呦，等下这好恐怖哦！怎么样，突然变恐怖游戏啦？里面都是尸袋尸体，等一下会不会有突然僵尸跑出来咬我啊？这气氛。The mess hall is now closed. Refreshments are available from the portable dispensary. Elevator's down. I'm finding another route. Roger. Airlock sealed. Gradual pressure transition initiated. Equalization complete.真的完全变成恐怖游戏嘞！我的妈呀！好了，我们先往下走吧。我们先让那个反应炉恢复运转。嘿。Airlock sealed. Gradual pressure transition initiated. Equalization complete.扫描一下，哎、欸，有敌人呢、欸，嘿嘿，想跑想跑，门都没有，再扫描一下好了，我还有听到声音呢，哎、欸，没有人。哇塞，下面有够黑的，我什么都看不到哎、欸！这个地方会通到哪去呢？哦，看来是通往一个军械库吗？这上面都是枪，哇塞，这么好！哎哎哎哎哎，有人！这应该是。防弹玻璃吧，它应该穿不透。先把门打开吧。去吧，无人机，杀爆这群混蛋！嚣张哈，嚣张哈，人类，人类，这个枪托打还想死啊，这么没用。本来想说再补你个几刀的，啊，这边没有路，这边需要叫无人机帮我们开门，去吧。哎，哦，开的是这边的门哦，好啦。进来到这个反应炉里面呢。哦，直接跳过去好了。嘿，哦，我瞧瞧，这边的任务是更换电容器，那我们就依序从内圈开始吧。
这个最内圈的是这个吗？我们眼前这个，啊，这个拔起来，然后再插回去，然后下一个是，下一个比较外圈是哪里呢？I 吗？应该是 I。哎，不对哦，是 H。然后前面就有一个，然后是旁边的，好吧，那先搞前面这个吧，反正这么近。然后，哎呀，我要跳过去，对不对？我要跳过去旁边那个 I， 好吧，这边小心一点，前进。就是现在！哦哟，这个弄得我头有点晕啊。嘿，然后啊，目标就在眼前而已，不要心急。好，先观察一下，我要去哪里拔电容呢？哦，前面可以拔。然后再把它插到那边去就好了。好，搞定了，这个电容器全部都被我给更换掉了。现在就去操控那个电脑，让这个反应炉恢复运转就可以了。没有敌军哦，哎，很好很好。好啦，那就交给我的无人机就好啦，可以继续往前走了。Pulsar Shadow 18 reactor back online, proceeding with the mission. 接下来就是要去设定航道。哎，里面有人哦，哎，去吧，无人机。上面好像很多人的样子呢，哇，这么多人哦！信哎，哎，援军来了，吃个巴拉吧！哈哈哈，通杀！哎，没有，没有通杀，还漏一个。你爷爷，我来捅你啦！这边视线很糟糕啊，我只看到他发光的眼睛而已。Airlock sealed. Gradual pressure transition initiated. Equalization complete. 要设定航线的话，我们需要到上面去。哦，还好这边敌人不是僵尸，不然就真的变恐怖游戏了啊。哎，快到了，快到了！这个在太空中不是很好操作。哎哎，你给我按一下，你倒是给我按一下。Airlock sealed. 啊，对嘛，刚才对，乖。Equalization complete.惹恼我，你要往你头上灌个几个子弹跟你讲。不过他头在哪里啊？我还真分不出他头在哪里。这个家伙有头吗？哦，这边也有其他的小型无人机耶。哇，
塞，里面有人就这样活活被烧死哎、欸！把这个拔下来以后，那个火就熄灭了，然后再放到这个地方，门就会开了。哇，这个死前还不忘记要摆这个姿势啊，多给你一些镜头。哎、欸，这边有个电笼，我们要拿去后面开门。这边有子弹可以补给一下。然后里面也有一个电笼，这边有一个门需要插这三个电笼才可以开门。旁边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的话就得回头去捡了。好了，这下次就可以回去开门了。啊，我有不好的预感啊！先让我来扫描一下，安全，没有扫描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哎，不对不对不对，有个一些小畜生、小机器人。哇，被我的无人机给杀甲的，还有一只对不对？还有一只，上啊，打爆他！哎、欸，打爆他！能看戏，好了，可以往前走了。哇！这边也是到处都是尸体堆，我的妈呀！哦，好啦，这边就可以设定航线了。目标是太阳。You know you're going to die.Shut up. Open it. Do it. Come on. Pulsar 18. The ship is on course for the sun. 刚刚那个女的，有点眼熟哎。She wants to defect. We can't let the Hellcats take it. Get down there, 18. Now. Get her back. You hear me? 这个玛莎尔也还活着哎，那个玛莎尔博士。走错路了，不是走这边。他正在被一个不明人士给压走。跑这么快！这边这边，吃我拔啊！哎，还这么多只啊！哇，好耀眼啊，超闪的，补你一刀！那个插空气吗？人都已经倒下了，还有那个暗杀的动作。好，现在去前往实验室寻找这个玛莎尔。在下面。
这个太空很容易晕的，我觉得。哎，怎么被卡这边了？下去下去，乖。好了，快到快到了。Airlock sealed. Gradual pressure transition initiated. Equalization complete.哇，这边又是满山满谷的尸体，这个马萨尔博士到底做了什么事啊？他们到底在搞什么研究呢？哦，另外一边哦，走反了。这个影片中的就是马萨尔博士，然后这个中间这个男的是他的实验对象吗？那好像对他放了什么不明的物体的烟雾吗？哇，这个叫声也太惨了吧！这个直接就是人体实验哎。Okay, looks promising. Let's run the numbers. 这个马萨博士却当作是在杀一只小白鼠一样啊，这可是人命哎。哎，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可以检查。This is what you do? Experimenting on us? You disgust me. I came here to destroy this. Don't lie to me. You came here to bury the truth. Wasn't destroying Helgen enough? I will not see any more innocents die. Where's Massar? Massar will answer for what she has done. So will your leaders.这个妹子不就是之前交换人质的那个妹子吗？就是她把马萨尔给抓走了。哦呦！哇，这个阳光直接融掉嘞，超猛的。那我要怎么过去啊？冲过去吗？哎，冲过去没问题。哎呀，我的手把快没电了。下面一只，上面有人，直接把那个窗户给打掉，让他们给阳光照射死掉。哇，真的有够残忍。我们要走下面的，标记一下好了。安全。有人，安全个屁啊！哪尼？这个阳光还照不死吗？他居然撑那么久！前面有个电梯，来了一批敌人。被卡在中间过不去。
哎哎，停下来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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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边好多那个小机器人哎，都是自爆型的小机器人吗？里面还有一只。被这个无形啊，不是无形的、啊、这个无人机抢先一步，本来想补他个尾刀的。他们把全部的逃生枪都发射出去了，要找其他的逃生路线，你确定吗？这边哪有其他逃生路线啊？这边根本没路啊！哇，直接走这边就对了。Take her to the holding cells. You're not like the others.What did you say? You're different. I know the Hellghast. Better than they know themselves. They have an essence. Something you lack. You were tainted with another blood. If you gave me a sample, I would gladly tell you what percentage of your genome is Vectin. I'd guess... more than half. Take her away! Now!You're all going to die. Thermal scan's running hot. We got a live one. It's him. Vitals are low. I'm going out.好啦，第三章就到这边咯。